妈妈，你看，这里有一只蛇在孵弟弟蛋。弟弟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孵出来了？弟弟蛋呢？再孵一次好不好？再孵蛋一次，孵一次。哇，你是弟弟蛋。哎，你撞到头了，会不会痛？好了，这只是妈妈要孵弟弟蛋哦。孵蛋，蛇妈妈在孵蛋。孵。好了，孵出来了，孵出弟弟蛋了。好，弟弟，你是蛇孵出来的，说你是蛇，来，你学蛇走路。你是蛇，这是你的蛇妈妈，你要学蛇走路。蛇都是这样走路的，你也要这样走路。你看弟弟他是蛇，他还是学这样走路哎。你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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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弟弟，你要，你说话要，因为蛇是说话的哦。来，你试一下，我看你会不会死。你是蛇人哦。好，你要跟你的妈妈说好，因为是她把你孵出来的。你说妈妈好，蛇妈妈你好。她把你孵出来，你没有蛇。